是通过在屋顶上铺设三层太阳能光伏电板来达到利用太阳能发电的原理。转化成收益的话是差不多有5800多元，然后整套系统可以使用的寿命大概是25年，所以说总体下来的收益可以达到14万左右，而它的成本造价仅仅是4万元，而且全部都是由政府来补贴的。所以这一项不仅是利用了就是我们自然能源，不仅是非常节能环保，而且因地就宜，而且也体现了政府对于贫困农户的帮助和整个政策对乡村经济发展的扶持。